他说身体存在本来就是种障碍，天哪，我说亮话一时才会让你笑不出来，热烈这笃定，冷静这不清，细节也许根本不想听，自由和傲慢，理智与静看，彼此愿意享受孤单。或许我们会被崇拜，哎哎哎，换算成无谓的将来，哎哎期待会自我取代，驱散不确定的尘埃。他说现代艺术不谈论观点就没人回复，同样挑着眉毛带着优越，不再对坏品味啰嗦，对大众放肆，独立进行时不要成为沉默的狮子，别咽下面子，要不可以是在握紧手里的瓶子、啊、或许我们会被崇拜，哎呀，将来，哎呀哎呀，哦哦哦哦哦，无条件期待，会自我取代，驱散不确定的尘埃。尘埃。